你的工作经历上怎么一个字都没有？难道你从来没有工作过？是的。我们这边就业机会本来就很少，再加上你没有工作经历，恐怕很难找到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。没关系，临时的工作我也可以接受。嗯，那好吧，要是有临时职务，我会直接通知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 如果谢幕失败，那炎夏的设计师生涯就断送了。喂，丁文夏。炎夏，你现在暂时不要离开 DI 的大楼，外面有记者在等你。我刚从 DI 门口出去，他们就过来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记者会突然围堵我呢？许墨城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。 说你去 DI 毛遂自荐，要求担任谢幕的主设计师。他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你身上。一旦谢幕失败，你的设计师生涯就毁了。我的关心永远都比他晚了一步，所以现在谢幕只能成功，不准失败。 怎么会这样啊！我直播的时候我明明没有说这些话，我是不是害了炎夏？万一你是炎夏最好的朋友，他的能力你还不信任吗？我信任他的能力是一回事，可是谢幕的成败是另一回事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岂不是把谢幕的成败全都压在炎夏一个人身上了？要是失败的话，那要是成功了呢？这可是炎夏走向国际殿堂的最好捷径。 我怕万一，只要好好配合我，没有什么万一。相信我。新闻你看到了吗？许墨辰这招够小人。虽然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把责任都推给设计师，但 DI 董事会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他还难逃被董事会革职，眼睁睁看着 DI 被收购的命运。 现在就该你出手了，王总。再让许墨辰蹦跶两天吧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现在炎夏的知名度非同以往，等他的设计稿一出来，我们再加以推广。我相信这样的宣传力度，一定会引起海外市场的关注。这样一来， 海外的销路不就自然解决了吗？思琪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真的吗？炎夏能走上国际的殿堂，离不开你的帮助。我还有点事要做，改天请你吃饭。炎夏，我看你还怎么消极抵抗，你得奋力一搏了。 师傅，我的裤子改好了吗？啊，改好了。来，您看一下，这就改好了。你自己看看，你们缝的这个线，像话吗？跟狗啃的似的。早知道你们手艺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不改了呢。那个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如果您不满意，我们可以重改。 不用了。
这位先生，银夏，钱还给你，我们裁缝部手艺是不好，我也可以接受您的指责，衣服改坏了可以照价赔偿，但是，请您不要把钱放在地上来侮辱我们。这200块是我对您的赔偿。银夏，银夏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您千万别跟他生气，我代他向您赔不是，对不起，欢迎下次光临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自己去改衣服？因为我想对得起我身上这件衣服，我想真正的融入这里，成为消失光年的一份子，而不想只是一个只会白吃白喝的寄生虫。眼下，我不在乎客人给我的羞辱，但我想保留我最后的尊严。 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丁文笑，在这一刻显得这样的卑微。眼下，你难辞其咎，丁总。 终究不属于这里，更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不应该这么自私地把他留在这里，他应该回到属于他的世界。眼下。 不管将来有多么苦，多么累，我都会努力，帮你撑起消失光年。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？请你搞清楚状况。我和墨尘是在帮炎夏，现在炎夏回DI设计部，丁文笑的私人定制计划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。 而戏幕是帮炎夏回国际舞台的最好机会，我是在帮炎夏成为真正的设计师。你知道炎夏是怎么回 DI 的吗？他是许墨尘拿着合同威胁炎夏，炎夏不得已才放弃了私人定制计划。拜托，一个是小制衣铺，一个是大集团，私人定制计划怎么能和 DI 的戏幕相比较呢？这不是能不能比的问题，这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问题。 私人定制计划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而信牧就是勾心斗角的算计。哦，难道你就为了勾搭上许墨尘，就出卖我们的感情，出卖自己良心？对，我就想勾搭许墨尘，我怎么做是我的自由，你没资格指责我。是，我是没资格指责你，我只怪自己太蠢，就会怕你被骗难受，然后我在这干着急。我被骗，我乐意。 而你生不生气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好，你真以为许墨尘喜欢你是吗？那你去找他去。你试试，你看他会不会受了你这个花痴？任旭，我就是给你看，你别后悔。后悔的肯定是你。我也四喜。墨尘，我今天出家门的时候钥匙忘带了，现在进不去了，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上？抱歉，我家里还有其他人，我不想你被别人说闲话，所以……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也是为了你好。那这样吧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叫个锁匠去帮你开锁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叫吧。 喂，不会吧？该不会真的被任旭说中了吧？
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回去。那我今晚去哪儿呢？炎夏家。炎夏，炎夏，思琪，这么晚了，你找炎夏有事儿啊？阿姨啊，我有点感情的事情，想找炎夏聊聊。哦，炎夏还没回来呢。阿姨，你先睡觉吧，我到炎夏房间等他就好了。我必须尽快学会裁缝这个手艺。聂思琪，聂思琪，你怎么在我家睡着了？我和任迅吵架了，就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说你代替穆灵山接手戏幕的事儿。他就说我为了勾搭许墨尘还说我花痴。原来消息是你散播出去的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墨尘为了帮你打响知名度啊，就让我在直播里帮你做宣传，他说这样你能站上国际舞台。那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？哎呀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？那万一成功了呢？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咱们今天先不聊了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可以利用戏幕呢？蔡宁，我想到办法了，可以让丁总去找穆总监，然后制造出丁总主动去找穆总监的假象。不过你要先告诉我穆总监的地址。他在澳门。没有具体地址吗？没给我具体地址。那这样，你负责找到穆总监的具体地址，我负责把丁总带到澳门，咱们分头行动。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员工离职，空出一个长期工的位置，你愿意过来试试吗？愿意。那好，我们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，所以需要三班倒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欢迎你的加入，今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。谢谢店长。请假？对，我现在完全没有灵感。关于戏幕的新闻，我相信你也看到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我和戏幕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慎重，所以决定请假去找灵感。多少天？2到3天。希望严总监，你休假之后可以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设计稿。喂，蔡宁。灵山，我最近在休假，你在澳门哪里？我去找你玩。戏幕不是已经重启了吗？你哪有时间啊？我跟那个炎夏完全合不来，我想去找你。可是我才刚找到固定的工作，一切都还没稳定下来，等我稳定下来你再过来啊。欢迎光临。我现在忙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欢迎光临。
怎么样？柳山还是不肯告诉我他在我们哪里。这样吧，我先带丁总出发，你呢继续联系穆总监，一定要尽快要到穆总监的具体地址。丁总，我现在没有灵感，可能完成不了西木的设计，你得帮我。灵感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。如果我真的因为西木断送了设计师梦想，你也一定不忍心吧？所以，你必须帮我。行吧。打个电话。喂，妈。迪安那边临时决定我出差几天。出差，可能要个两三天。是哪儿啊？哎呀，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远门的，不行，妈不放心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丁总陪着我呢。文笑陪你一块儿去呀？啊，那妈就放心了。啊，去吧去吧。挂了。两三天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澳门。林思琪一夜都没回来，看来后悔的人是我。这几点了？12点了。这两个人单独出去旅游，肯定能擦出火花。完美。阿姨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思琪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阿姨，您忘了？我昨晚就在这儿了。哦，你昨晚是没走啊？哎，你昨晚和炎夏聊到几点呢？忘了。阿姨啊，我能在这儿暂住几天吗？你不是和任旭一起租房子住的吗？为什么要住这儿啊？因为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和任旭吵架了。阿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和任旭……哎呦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任旭这孩子挺不错的。哎呀，这小两口吵吵闹闹的，常有的事儿。我真是越描越黑呀。反正眼下呀，去出差了，你就在这儿暂住两天吧。眼下去哪儿出差了？澳门。澳门？嗯。你说去哪儿寻找灵感不行，非得来澳门？现在晕船了吧？你看看澳门整个城市，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新的风貌，就好比我要在超短时间内找到灵感是一个道理，懂吗？行行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你好点了吗？现在好多了。
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去哪寻找灵感？看遍整座城市，寻找信木灵感，潸然起舞。现在开始，你要陪我找灵感了。我一次性。墨尘，我什么时候去 DI 上班啊？信木的设计稿，严夏现在还没有完成，现在还在筹备阶段。等他回来之后，你再和他上班。那我现在这样拿着工资又不上班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再说我提早介入也可以更好的完成网销啊。等炎夏出差回来，你和他一起上班吧。哦，好吧。我总不能老在街上游荡吧，我得想办法先打发时间。阿姨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是不是和思琪闹别扭了？阿姨，您怎么知道了？思琪到我那儿去，说要和炎夏聊聊感情上的事儿，还说要在那儿住几天。我一猜啊，肯定是你们俩吵架了。我过来就是告诉你，他在我那儿住着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那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任旭啊，你是个男人，我跟你说，这男人度量你得大一点，你得让着他点儿。他现在在我那儿住着，你放心，过两天气消了，把他接回来。哎，那阿姨这几天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好吃。这个炎夏到底把丁总带到澳门了没有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蔡宁，发什么呆呢？哦，没什么呀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没见炎夏呀？是不是你把他给气跑了？我们设计部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哎，我想管还管不着呢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说这穆总监
要是妒忌心没那么重，不排挤炎夏，今天的 DI 变化也不会这么大。丁总和穆总监也不会离开 DI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是因为我始终放不下，眼前才会浮现出文笑的身影吗？来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当地的一种小吃，他们说叫什么猪油糕什么的，可好吃了。你想胖死我啊？没人要，我可找你算账啊！哎，你就放心的吃吧，吃胖了我负责。负责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们的下一站目标是一，吃的这点热量一会儿逛街就全消化了。怕什么呆啊，赶紧吃啊，吃完一会儿走吧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喂，蔡宁，你和丁总到澳门了吗？哦，到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找到灵感。那个，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还在想办法，找到地址马上告诉你。好，先这样吧，保持联系，挂了。看来你找到和灿宁的相处模式了，我教的方法管用吧？丁总已经到澳门了，我现在得赶快想办法要到穆总监的地址。说话真不该那么重，我是应该跟司机道歉。喂，蔡宁。灵山，我已经到澳门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我现在上班不方便，要不等我下班再联系你吧。欢迎光临。啊，我要忙了，先挂了。今天真的要来找我，我该怎么说呀？徐总，之前你不是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炎夏可以接下设计总监一职，就可以解决信木危机，怎么现在迟迟都不见设计稿呢？炎夏刚接手，总要给他时间去磨合，而且他也非常努力地去给信木重新定位，这个可是关乎 DI 的重大转型，如果过于轻率地交出设计稿，可能会影响整个品牌的销售。我想在座的董事也不愿意吧，所以我必须给他时间。王总，你不用担忧，我一定会给各位董事一个满意的结果。
思琪，思琪，思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话那么冲，更不该骂你是花痴，请你原谅我。怎么，知道自己错了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但我不是关心你吗？我怕你又被许墨尘骗了，所以我……他能骗我什么？他给了我网络销售经理的职位，还和我签订合同，他能跑得了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……打住！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那气儿消了，回家呗。气消不了，不想回去。你又不是没地方去，干嘛打扰人家阿姨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回去，我绝不干涉你的任何事儿，这总行了吧？那说好的，不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，否则的话，立刻搬走。许墨尘，你这个危机公关处理的还真不错，你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外界炎夏已经接替了穆灵山了，这下所有时尚圈的目光都集中在信木上面，前期的造势就那么大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大对信木的宣传。这一点我很赞同，因为在这一部分 DI 有团队，但是海外的部分就需要你了。别忘了我们可是合作伙伴，公司现在都没有见到 DI 的设计，所以这前期的宣传费，这个由我们 DI 来出，只要能扩展到海外市场不惜重金。喂，徐总。周青，帮我向公司申请海外宣传费，专款专用。我需要执行公司的详细资料和款项汇入账号，晚点发给你。徐总，我知道了。灵山的信木是我未开启的项目，你不在就算成功我也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。找我，那不就穿帮了吗？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蔡宁怎么回事？不接电话了。我还是先回家吧。我走不动了。这就走不动了，第二个行程还没完呢。这个一的行程怎么样才算完啊？百货商场关门。几点关门啊？12点吧。现在才6点，还有5个小时，你可真折磨人啊。那要不先休息会儿，吃个饭。好呀，吃什么？煮生面。求科普。打面师傅搓完面后，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然后齐坐在大毛竹竿的另一头。用脚一蹬一蹬，反复打压面团，让面团受力均匀，打出面的韧度，所以面条揉拉得非常细。再煮成干面，撒上虾卵和香辛料，配上一碗又浓又咸的虾汤，单吃入拌都可以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丁总，你看啊，他们两个分开吃。又各有特色，那放在一起吃呢又不会冲突，这就好比感情，只有彼此相互才能存在于一个世界。你这是什么比喻啊？其实你不觉得只有你和穆总监搭配才能成就 DI 吗？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现在只想活在当下。行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吧，今天必须完成寻求灵感的第二个任务。我最需要完成的任务
是让你寻回木灵山，回到属于你的世界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这蔡宁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不接电话，就是关机。看到信息回电。啊，丁总，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哎呀，还有20分钟，也逛不完这里。行吧，那今天就到这儿。感谢丁总不杀之恩，没想到男人逛起街来比女人还可怕。你让我出来陪你找灵感，我得负责不是？是是是，我的错行了吧？哎，今天一天的行程我总结了一下，但是我总觉得你心不在焉，东张西望。眼下你该不会是在……我东张西望是在观察。观察什么？我。别人的衣着和品味。对对对。这是个办法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还好，差一点就被拆穿了。丁总，咱们走了一天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继续。走吧。那个，你订酒店了吗？我没订。不是你叫我出来的，应该你订。我订，我连远门都没出过，我怎么会订酒店呢？那我也不会啊。那我们今晚住哪儿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那我们一起露宿街头吧。文笑，喂，吴笑，那个我现在人在澳门，你能不能帮我订两间房？你跑到澳门干什么去？还要订两间房间？哎，这个我之后再告诉你吧，你订完告诉我。还好你有吴潇这么好的同学，不然还不都赖你。对不起。行了，看你这么诚心诚意道歉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原谅你了。穆总监这个时候应该睡了，可以开机了。看到信息回电。我得赶快告诉严夏现在的情况。喂，彩宁，你问到地址了吗？没有。我告诉林珊说我到澳门了。我怕他真的来找我，到时候是不就穿帮了吗？所以我把手机关了。你呢？你那儿情况怎么样？还有2天时间，我想想办法拖住丁总，但是你一定要尽快问到地址好吗？好，我明天再问问。谁的电话呀？还要背着我说？我妈，问问咱们这边的情况。那你怎么说的？你不会告诉他们我们露宿街头了吧？我不可能跟他这么说，我跟他说咱们已经住下了。咱们已经住下了？你是这么说的对吧？嗯。哼，这下可好了。这下好了，免得他瞎操心。你说我们俩住下了？你妈肯定在想我们俩关系走得特别近。你说我们住下了，你也没说是两间房，你猜你妈她会怎么联想？呵呵，这回从澳门回去可好了，我注定是你们严家的女婿了。你说我是承认还是不承认？你想多了，我保证她肯定不会这么想的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的人格。不相信呢？刚才那电话绝对不是你妈打的，说实话吧。完了，这个谎要被拆穿了，怎么办？
这个我……喂，吴晓，电脑房了吗？